购买电脑必装的五款免费软件，每一款都值得下载。第一款 Clean My PC， 它不像某些流氓软件，电脑运行久了，不管你如何清理，磁盘空间就是越变越小。Clean My PC 可以迅速扫描整个电脑，快速清理，让你的电脑还像刚买回来那样快捷。第二款 Geek， 电脑自带的卸载软件就是卸载不干净，试试这款软件，不仅页面简单干净无广告，而且还能将所有残余文件全部删除，洗澡还是要洗干净点才行。第三款 Sleepest， 电脑截图哪家强，别争了，只要它还在，其他都靠边站，颜色值吸色，图形文字标注，马赛克，固定到屏幕等，它全都有。最重要的是快捷键丰富，无任何弹出广告。第四款 Utrus， 它被誉为是软件终结者，像是一个小型的应用市场，各种各样的插件随意安装，快速查词翻译，快速记录代办事项，快速进行图片压缩等等等等。第五款 Space Sniffer， 你的 C 盘怎么又满了，快快下载这款软件，它能够清楚地知道你硬盘每一个文件所处的位置以及所占空间的大小，还能快速查询你分区的剩余空间安排。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快快给我点赞收藏哦。